七条。来来来，快点啊！甩手哎、欸，五饼吃。哦，这谁呀？五饼炮。四点。好准哎。有五饼，谢谢。本来应该打九条，限你一张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限你一才好啊，限一才好啊，这盘限一才好的、啊。一万，限一张，对，好牌，放，七条，哎呦，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，换你啊，你们是行吗？啊，君君把你的牌放到前面，来放前面。什么不算？哎，主播我成功了。三瓶。一个，是啊。哎，厉害啊！哇，佩佩这样就已经三分嘞。佩佩，你看我这样。杠是两分啊。对，按杠两分。哦。你胡喝一行话，你们就赢了，人家就五分了。没打，没打。去，去吧！哇哇，不是，他本来靠自摸，对，他本来就要靠自摸，难攻了，建议点没关系的。早就糊了，跑到拍倒下来。是啊。他不能糊，他刚刚是听他们单掉九条。对啊。他分数不够，他现在转一四平，还糊了还平糊两分。谢谢。一张都没有，一四平。一四平一张都没有。哇，都没有。刚单掉七条，当场自摸哎。对啊，转手七条。转手就七条了。七九条他们单掉。按杠发财就四分，三分自摸四分。七分。七分，恭喜佩佩。倒赢四分，对，啊，所以我们玄奘大学哇，结果最后一场，那这不能讲，因为他只一个人上场，嗯，对不对？今天三位的黄金单身汉来接受我们的惩罚，小白，比体力的，自摸四分发财一分，按杠两分，总结七分。虽然三位黄金单身汉呢输了，但是呢虽败犹荣啊，嗯，因为你们是宅心仁厚，对啊，让他们宅男嘛，宅男宅男，宅男，让他们三个还没出社会的，对不对？小女生，啊，我们说谢谢，谢谢，不谢不谢，谢谢你，今天对我们喝杯杯，一起打麻将，开心啊！这个将来我们这节目会做到复健的，做到三位复健，好，三个人看看谁。要接受我们的惩罚，好，我们是只取一个奖励啦，奖励啊，因为就是他们宅心仁厚啊，对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奖励他们，跟潘慧茹吧。
哦，输的就可以安全吃我上。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呢，两个男生，我来坐庄哈，好不好？哇，我搞干了呢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个没反线我。你是一二三啊？好，好不好？一来，一二三，就这样顺时针。等一下，对方。那如果你输了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参与的。来哦，大伟，快，因为快录完了，好，来，杀，七川，杀谁？来，等，川是谁？我的，川咖，这是你的。来，七是他，来我八嘛，你呢？七是我吗？对，没错了。是吗？我是的，不对吧？没错，我是四川人呐。对了。随便啦。玉米挂了，来，开一张。先开一张，右手。开一张。先开一张。随便开一张。好。非常开一张。好，可以了。等一下啊，哪个先？六点。三点半。四点。呀，等等。哎呀。五点半。我最大。最小。我最大。他最小。最大。所以你要去他。八点。最输的是白银，我来了，我的对，好，对了，该是我报恩的时候了，是，有神秘嘉宾，神秘嘉宾，咱们欢迎神秘嘉宾，哇！所以你要去他八点，怎么玩嘛？好，最小的是最输的是白银，我来了，我的对，好，对了，是该是我报恩的时候了，是，有神秘嘉宾，神秘嘉宾，我们欢迎神秘嘉宾，哇！那个台湾，东部这边换一下，对呀，哎，他东部人啊，哎呦，不然我们换一家可不可以？好吃，很长的，会真啊？对啊，来，对啊，你们两个像呢，好嘛，长得30秒会形成感情来了，不要开玩笑了，一般我们在听到潘慧茹好不好？30秒。那你有十秒不行，因为潘慧茹只要给我20秒就进出感情，所以18秒可以。还要？不是，一定要跳，赶快准备啊！20秒准备。不要拿啦！潘慧茹，你不要这样啊！不要拿啦！来准备哦，安全自稳，20秒计时。快点！你跳，你跳什么？比较含蓄嘛。谢谢我们的至尊百家乐。